你好，你是谁啊？我一个女孩。谁女孩？长得挺像蔡依林的女孩。你骗子吗？刚刚和你一直聊天的就是我们的蔡依林。情人节吧，今天是情人节啊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在逗我？你会唱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吗？我们唱歌很老哦。你的偶像是谁啊？陈奕迅。谢谢。你明天来，陈奕迅就来，你要不要来？那来啊。